Hello， 大家好啊，又翻嚟 Poke MMO 啊。咁 Poke MMO 咧就快有呢一个嘅万圣节活动啦。咁通常呢个活动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十月尾至到十一月头，大概一个礼拜嘅时间咧，俾大家进行呢个万圣节活动嘅。咁鉴于啦，我上年咧都有玩呢个万圣节活动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呢个万圣节活动咧有啲咩嘢嘅内容啦。万圣节活动咧一般咧都有四五个嘅一啲嘅活动内容啦，咁我咧就会逐个讲下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南瓜灯啦。咁随时间咧会出现呢一个可以对战嘅 NPC 啦，呢个对战咧就会以呢个三打三嘅形式进行嘅。当你成功击败咗 NPC 咧，就会获得一个特制糖果。呢个特制糖果咧就系咧南瓜王副本嘅一个入场嘅门票啦。你可以选择咧直接挑战呢个副本啦，亦都可以咧选择直接喺呢个交易行卖咗佢嘅。咁佢个难度咧都唔系十分高啦，咁呢个咧就冇咩特别嘢可以讲啦。下一个咧就系咧随机一啲地方咧会出现一啲 NPC 嘅小孩啦。咁亦都同南瓜灯一样啦，系随住呢个时间出现嘅。咁对战咧就会以一打一嘅形式进行啦。当你成功击败咗对面 NPC 咧，就会获得一个万圣节嘅糖果，系啦，记住。咁两个糖果咧系有唔同嘅。咁呢个万圣节糖果咧，当你收集五个咧，就可以换一个万圣节嘅礼袋啦。咁啊冇咩特别嘅，万圣节礼袋咧可以喺南瓜王嘅礼袋度开出嘅。咁所以其实嗰个价格咧都唔会话十分高啊。下一个就系鬼火活动啊。咁每个地区咧都会有呢一个鬼火啦，喺唔同嘅地方啦。当你点击鬼火嘅时候咧，就会触发一啲嘅对战啦，同野怪进行对战嘅。你可以选择捉咗佢啦，或者系直接击杀嘅。咁呢一只嘅野怪咧，高几率会带有 V， 即系31个体嘅精灵啦。咁当你收集晒嗰区嘅所有鬼火之后咧，最后咧会出现一只可以捕捉嘅头目嘅野怪嘅。咁而呢个头目咧，一定系2 V 以上噶啦。咁根据翻以往嘅鬼火活动头目嘅话咧，合中就会系头目水晶灯火灵，而神怒就系呢个头目花岩怪。咁而关东嘅咧就系头目紧鬼。公园是头目黑夜魔灵，成都是头目梦妖。而第四个的万圣节活动就是在这个期间的限定的佐罗亚的头目。当你成功挑战了南瓜王之后，在每个地区都会出现一些穿着万圣节装束的猫，简称南瓜猫。当你点击这个南瓜猫，会获得一些经验糖果。一共就有25只南瓜猫的。当你点击到最后一只南瓜猫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只可以捕捉的头目的佐罗亚黑。咁呢个活动咧系2023年新增嘅，同埋要留意嘅就系咧呢个南瓜猫咧系要顺次序去到点击嘅，譬如你揿一就要揿二，就唔可以一去到五嘅。好啦，咁到下一个活动，最后一个就系南瓜王嘅活动啦。咁呢个南瓜王活动咧喺每个地区咧都会有一个触发副本嘅一个嘅挑战嘅。咁喺合众嘅繁巴市啦、成都嘅圆珠市、关东嘅紫苑镇、神路嘅徐义镇同埋丰源嘅秋叶镇呢五个嘅地方咧，就会出现一个可以挑战嘅南瓜王嘅副。本嘅一个嘅门口咁样啦，咁呢个南瓜王咧就系今次万圣节活动嘅一个副本挑战啦。当你身上携带一啲特制糖果嘅时候，并向呢个南瓜王对话啦，就可以触发三打三嘅对战啦。要留意嘅就系南瓜王咧系有三个阶段嘅，而且系极度难打嘅。要做好一啲全面嘅准备咧，先好去挑战啦。咁因为每一年嘅副本都有改变啦，唔排除今年咧会同上年嘅南瓜王嘅数值啊，各方面都有唔一样啦。咁不过咧都会喺呢一度咧同大家睇下啦，我嘅队伍系点样啦。咁第一只就系化石飞龙啦，咁你睇翻啲技能啦，因为依家我都好耐冇打，所以我都唔太记得嗰啲技能咧系用嚟做咩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系。咁基本上大部分啦，你可以见到咧都冇 V 噶啦，但系咧都系一啲高数值啦，即系譬如可能29、30咁样啦，咁性格都系啱嘅，呢只都系啦。咁你见到咧，点解有两招技能咧？主要就系因为咧，必定要靠梦话嚟到触发啲恶意追击啊，咁就唔会抽到其他技能啦。OK， 等下第三个。咁第三个就系呢一个嘅三头龙啦，都系啦，30+4U 啊，4U 一个29，然之后对性格嘅，咁啊技能就呢啲。咁下一个呢一个嘅班吉拉咪极度离谱啦，你见到个班吉拉咧系当时求其练嘅啫，吓当时急住用所以练嘅，你见到系30攻3防。超级离谱，超级离谱啊！咁但系我都靠住呢几只咧，都打到南瓜王啦，都唔错嘅，系啦。咁啊，介绍去到呢度啦，因为唔排除咧，今年同上年都唔一样，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咧，如果可以嘅话，最好就5V 啦，系啦。但系真系唔得嘅话，咁啊4U 或者5U 好彩呢啲咪 OK 咯。咁喺影片嘅最后咧，都会展示翻我上年挑战成功嘅一个嘅影片嘅过程啦。咁喺呢度咧都讲下啦，今年万圣节活动有啲咩嘢要准备啦。咁第一样咧就一定要准备嘅就系钱啦。咁啲钱咧可以用嚟买今年嘅时装啦，买一啲副本所需要嘅精灵啦，譬如你呢一 team。
我可能咁啱呢一 team 就係我整嘅，咁發現我唔夠打喎，咁可能要買精靈囉。咁通常呢一個活動期間呢，呢個精靈嘅價格呢都會大幅上漲啦。以往嘅記憶入面呢，咁一隻 5V 對性價嘅副本精靈，譬如係劉文諾啦，咁至少都900,000或以上㗎啦，係啦。咁依家嘅話，一隻 5V 精靈大概講緊應該60-70萬應該有得買到嘅。咁第二樣嘢，如果你打算挑戰呢個南瓜王嘅話咧，你就要帶一隊挑戰南瓜王嘅隊伍啦，即係好似呢度五隻咁樣啦。如果你唔打算挑戰嘅話咧，就可以 skip 啦，因為實在好難打，而且有呢一個嘅炒車嘅機率啦。咁但係如果你有興趣賺錢想挑戰嘅話咧，可以準備一啲對性格嘅 4V 精靈啊，或者係過往2023嘅隊伍啦，即係我呢度五隻啦。咁呢五隻嘅過往嘅隊伍咧，你可以先感受一下同上年有冇一啲嘅分別啊。通常嚟講咧，南瓜王咧喺呢個萬聖節活動入面咧最賺錢嘅活動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小到賺錢嘅渠道咧，咁就例外啦。第三個就係準備 ROP 啊。咁 ROP 咧就係遊戲入面嘅一個嘅獎勵點啦，即係呢個禮物商城。咁呢個獎勵點咧可以用嚟買一啲嘅禮物商城，一啲時裝啊、一啲雜貨等等嘅。如果你對啲時裝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留低多啲嘅 ROP 啦。咁第四樣咧就係留意本頻道嘅動向啦，咁到期時南瓜王活動嘅話咧，我應該都會開下直播同大家講下啦，呢個活動究竟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嘅。咁冇啦，以上咧就係萬聖節活動一啲小資訊啦，咁大家可以玩下今年有啲咩活動啦。Thank you.